哎、欸，爸，今天吃什么？我们今天吃南门乳酪鸡排 ，blue cheese， yeah yeah， blue cheese 跟鸡排，然后跟野菇、跟保鲜膜、牛肝菌搭配在一起，味道真的不可言喻。好。先煎鸡排，一点点油就好，因为等一下鸡皮会有油，我要把鸡皮的油把它爆出来。你如果有鸡皮，你要鸡皮先朝下，有上色表示它油已经有逼出来，不要把它完全煎熟，因为我还要再补第二次，就可以吧？哈。现在下羊菇哈，还要出水哈，你要把它水分都逼出来，羊菇的口感都比较脆。蒜头让它进来，因为你太早放哦，加蒜头、沙欧、红葱头，蒜头跟红葱头是要提味，快收干了再放就好。再来红萝卜、洋葱炒进来，要炒出它的香味啊。牛肝菌的刺啊，可以啊，丢点。我们现在加入些奶油啊，南门乳酪，加入一点高汤，我们用点盐巴调味。混了哈，可以吧？给它收汁哈，它在一定要的一锅到底，原汁原味。嗯，这个浓度就可以了，有点浓浓稠稠就可以了。哦，起火。我们今天的南门乳酪鸡排已经完成了，这个很有法国的风味，所以你们在家里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试试看这道菜。谢谢。你在家里，你用鸡胸也可以啊。好，反正我就感觉鸡胸比较吸心的。嗯。啊，鸡腿排吼，迄个丁字骨迄个排吼，嗯，比较靠弹性、靠油劲，较袂遐涩。